的给你用啊。我说他没有。有。没有。你这样跟我讲，你就他。今天咱们过来飞哥这里收料子啊，他说他又开了一个色料。哎，走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把酸菜。酸菜。嗯，过来坐。你试吧，你试吧，可以试的嘞。闻着也不酸啊，你的酸菜。是的，你试嘛。可以吃啊。可以吃啊。你骗我的吧。你说，我怎么可能骗你？我感觉他就是唬我的。没有，就会是的，这个酸酸的。你尝一下，酸酸的，啊、真香、哦！哎呀，真的。我都可以开玩笑，还有香的这个。我看你这是，你这是真不怕，你就这样吃。他也吃了吗？没事，是酸的。没有放过毒啊。他的叶，没有放过毒。他的叶子是酸的。我妈嘞，我喝不了这个，你喝吧。哎，给你，嗯，好。你有毛病啊！你在家里还戴个帽子，真的是还戴墨镜，你又不是要说要出去。不是我认真问题，我说给你。拿掉。你不要看我说给你。拿掉。看了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家里我说给你，又过来收料子，你还信任我知道的？既然都戴帽子的。戴帽子好看一点。对，给我装。飞哥剃，飞哥剃了那个光头。我看你剃没头发了。有是有，一点一点。我看一下嘛。阿果，算了，你看了吗？他要秃了。我给你看个标准。那你拍的什么宝贝？我看看。哇，我看了这个宝贝，你看看。有钱的衣服都是料子，你看看。哦哟。我不讲别人一样，低管理呀、啊、中率啊，我不讲，你看得到了这个什么料子？哇，这色可以哦。第一眼啊，这个面拿过来就是开好窗的。你怎么不留着给我开？你看嘛，好东西你都自己开掉。你这样说，我留着给你这样开了，你给不起家，我还拿过来开？你还讲？我开了就更不给不起了嘛，越来越贵了，真是的。哎、好吧，这样的话我给你听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啊，这个料子。来，这料子的话是一个辣皮壳的一个磨弯机的一个料子啊，然后背面的话是有开窗。从这些面来看的话，目前啊我没有看到什么其他的一个色芒啊，或者是色带子。黑皮壳的料子，它的皮壳会厚一些。你看这些啊，还有很多地方的话，它有一个原生矿渣，看到了吗？都还附着在这个上面，所以你去压灯的话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啊。来，像这边的话它就给开出来了。像这种黑皮壳的料子，它绝对是要么有血或者要么有色的一个表现，它才会去打开它，看到没有？这色的话是不错的啊，很漂亮，做界面的一个色。嗯，这色可以。来，这边也有，这边的话也有，但有一说一啊，这边过来的话可能会稍微淡了一点点，这个色没有这边那么浓郁。像这边的话牌子挂件都有啊，如果说没有纹裂的话就可以直接取开出来了嘛，打不到羊毛嘞。哎，老朋友了，不叫你报价了，220万都给你。老朋友了，不报价了，云淡风轻220万，你卖给鬼吧你，我回家。不是卖给鬼，卖给你，那还是卖给鬼，真的是，红色好金漂亮的。哎，这色的话是很漂亮啊，刚刚开出来的，没有打任何的水啊，或者是东西，有没有 water？ 不要口水啊，要水。哎，我妈嘞，不要了这个料子。不要了。先要打个一折了，这个料子。对，便宜出了啊！你这口水过来的话。哦，还有喷壶。嗯。啊，可以，我自己来。打点水看一看。其实打点水的话，你会发现啊，它这里当时的话，可能是在挖料子的过程中有一个小翘壳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里的话还有一点点色的一个表现，没有全部打开的一个料子。其实从皮壳来看，这一块料子，你看这些地方啊，咱们也可以爆出来了，色都爆出来了，色都爆出来了。对、啊、但这一个的话，从皮壳看就可以看出它的一个预热会稍微有一点点粗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是不是？翡翠呀，不是人加工做的嘛，天然出来的呀。你看这边，看到没有？这它没开的这地方，原先啊，它最原始的一个皮壳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色的表现，然后它就给它开出来，开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啊。斤斤价，好好说。你这220的话，两百，不降不降。要啊。两百，你拿着留着做家传宝贝吧，200的话，100。哦妈嘞。那。对呀啊。啊？对呀啊。刚才说100，刚才这样。我说完的嘛，你要等我说完。我说100内。不行，太远了。你也懂我的，我们两个已经做了那么久了，你看看这个翡翠，我要你没有报价，你还给我100以内的话，我想都想不了了。
90万。一百的不要想。那就一百嘛，好不好？你看看，记得这种料子，你一百哪里可以卖？你说。你这里卖吗？我今天卖是卖呀，一百怎么可能的？一百差不多，你看这料子的话，它肉稍微粗了一点。不要说一百，我说给你，我们已经老婆用了，今天188。188，这个料子还要煮的，你看其他地方的话就煮啥都没有啊，就煮。现在我留给你们空间吧，知道吗？你留给我空间，你就直接叫我来看没开着就行了。你开着，我没有开着，我说你给我起价呀。哎，我就看不清这个哪有眼睛啊。其他地方咱们的话打点水看一下，色料的话一定要打点水，你看的话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啊。哎，的的确确其他地方的话皮壳也比较深，没有别的一个色的一个表现，色的表现的话主要在这个面啊。来，这个的话最后一口价，你行就行，不行的话我也回去了。这个太高就看不到了，没有意思吧。这个拿回去我也要赚钱的嘛。110，110，行的话我就不要说100，经理160、啊、不行、啊、不行的话你自己就会表看到你，我给你一个。还有别的？你还没有开的，你自己看就还有别的。知道你110的话远了，价格远了。我打点水啊，什么料？色料。我看他这个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你看看，还不是好人，你看。哦，全赌的色料。对。但这个裂有点多啊，你看。翡翠没有裂，谁有裂呀？人都有裂了，翡翠没有裂吗？哦妈的，你们嘴巴那么厉害，我中国人都讲不赢你们中国话了，不要。怎么不要？不要那个。那个朋友卖给你。他那个不好的给我。这个的话怎么说也不是说不好啊，刚刚我看了一下，它是一个色料，然后是有刷洗的。一般色料的话咱们是要先把它的一个表现刷出来再去开窗，看到没有，这里的话就能看到它色的一个表现，色带子。但是压灯下去的话会有一点点裂啊。翡翠嘛，只要它是翡翠，它又是色料，那它一定会有它该有的一个价值啊，只是说它的一个价格可能不是那么高，对不对？一起尝嘛。不行啊。可以，你就好好110，不要说110，我说给你斤斤价，你不要再砍价了，砍价没有用了。那你说最低价128，就得留给你了，你不要砍价了，砍价都没有用了。来，咱们看一下这个料子啊，这料子仔细大家看一下，它里面的话啊有纹裂。咱们已经是很能看得清楚的了，但这料子的话它的一个色的一个表现的话啊，在这里这个料子的话风险会比较大，因为其他地方的话我看了一下的话表现不是特别好啊，因为皮壳的话会松散一些，这东西这玩意儿开不出玩意儿。什么开不出？那么大眼睛你好好看一下，那么漂亮的。这个我不要，这个不好。什么不好？那么好的东西你还不好？110，你看看，我只是想再给你，你不要，然后我开出来，要拍出来，哎，哪有鸡啊？你不要说叽里糊涂啊！我不会这样子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说不好，等着他开奖了，然后我给你开奖了，哎，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给你开奖了，肯定开奖。要不咱们打个赌吧，这样子。怎么赌？你说。这料子的话，我不想收，我说实话，我真的不想要，但我真的很想要这一个。可以。你说他有东西吗？有东西肯定有啊。我说他没有。有。没有。我两个赌，我两个赌嘛，我觉得它这里的话就是会有裂进去，然后它这个色的话不是特别好。如果说这个这样子，肯定好啊。这样子，这个料子我你便宜一点，我收回去开出来。如果说跟你说的一样很好的话，这个我128就128买了。可以。如果说不好的话，那你就110卖给我，反正你自己开的料子你绝对是赚的。多赚一点少赚一点，对不对？你这是几句话杀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敢杀你，要坐牢的，在中国被你们缅甸，真是。好吧，你这样的话这样，你就要开。就要开哈。那你这个料子你到时候拿着过来我公司。可以。啊，可以。那这个的话就10000块钱好不好？不要说10000，3万吧。你看这样也不信，那样也不信。哎呀，12000，12000，我真的不喜欢它，主要是我还要花钱买，可以吧？12000我拿回去了。给你拿。啊，可以。来，咱们的话就跟他打个赌啊，这个料子咱们拿回去开一下。料子放好啊，不要给别人看。恭喜你，我们两个好朋友不是一天两天的。扁端呗，拜拜。哎，这边。OK。芒果。OK。其他这个料子的话，啊，就我喜欢的那一块，我是可以给他加的。但是的话咱们的话天天不给他加，他非每次都要跟我拉扯啊。对，因为我对这个料子的话其实我是比较有信心的，如果说啊到时候真的开涨了，那咱们就给他加嘛，对不对？那块料子的话再高一点我也看得到啊，咱们也有空间。来，走吧，咱们回公司把它打开看一下。 Later。
我去。第一个那个可以。有水吗？有水。来这料子的话，咱们擦完了啊，你先带大家看一下。来，我擦的话是擦的这里啊，擦的不是特别大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它有裂嘛，所以咱们的话就不能去给它开太大啊。如果说你把裂给开出来，那这个料子它的一个价格的话就会大打折扣啊。所以说并不是说啊开窗开的越大或者是怎么样啊就越好，你也得考虑一些裂啊棉啊的一个因素啊，要见好就收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料子的话涨不涨的话我也不说了啊，各位车友的话你们可以在评论区你们留下你们的一个看法，来大家看仔细一点。小价位的料子啊，咱们的话也是收回来啊，随便玩一下。这个的话出一个小界面或者是一个小挂件也就够了啊。那咱们的话先记录到这里啊，如果说你也喜欢翡翠，喜欢杨老师，看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爱你们。